你说坏人常常来打你，很痛，可以指给我看坏人让你哪里痛？还有吗？那你被关起来的时候，只有坏人在。那你没有看到或者听到其他小朋友的声音？轻而易举地带走小薇，而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查到他的行踪了吗？他把车停在大门，他丢了手机，我顺便把人带队到他家里的工作地点去搜索。我知道你在找他。早上好。好像他电脑里看到那个失踪小女孩的照片，问他的时候他跟我撕过脸。你看一下。